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坤。今天呢，我们来玩一下奥特曼吧，拯救奥特曼。刚刚呢，小坤看到这个迪迦奥特曼竟然被怪兽达达星人放在了这个岩浆池上面啊。哎，那今天呢，我就打算把这个迪迦给救出来，看能不能把这个怪兽消灭掉。走，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城堡上面来吧。打这个怪兽啊，看，而且呢，他还带了几个手下过来的。哇、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迪迦奥特曼，竟然被火给烧起来了，有没有？看来是这个岩浆起到作用了，那我们就更要快把怪兽消灭了。哇、哦！不是吧，我竟然被这个达达星人的小弟给发现了啊。这次呢，我们要稍微藏好。哇，差点完蛋了啊。来，我们把他们这个小弟先消灭掉吧，手下啊，他的手下。好，已经消灭掉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这个达达星人了。看这个达达星人的武器，看到没有，这个叫做极速光枪啊，超级恐怖的，它可以使任何东西变大或者缩小，有穿墙、隐身等等，所有功能都有的啊。我说这个怪兽好像不怕打，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啊。加满炮呢？哎，已经消灭了。我们赶紧用这个灭，把奥特曼身上的火给灭掉吧。好，已经灭掉了。好，我们把它，哎，我知道了，我要不要把这个岩浆池给炸掉？来，我们来看一下。哇，厉害了，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迪迦给救出来了。好了，今天就玩到这里吧，我是小坤，拜拜。